算是大开眼界，原来这世界上还有这种东西。女生大部分应该都不会理解这种东西吧，原来一个女生的形态这么美这么多变。 Hello 大家好，我是范范，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妈见打系列 No.1。给我买了一些玩具啊，我觉得可能还有很多网友会喜欢这个系列。我刚开始也觉得OK， 但后来看得多了也觉得哦，原来它也是一种艺术的表达。妈真香！哎呀，今天我会给大家开三个手办，我们先来一个衣服最多的吧。哇哦，看这个手办如此漂亮，你看它的细节贼好。这个丝袜是你看 movable 是活动的。手感贼好，可以把它扯得特别松。我们先看它的整体吧，这是一个黄头发美女，红眼睛，然后还有它的身形。我们看它的后边，哦，原来是个兔女郎啊！它后边还有一个这个，哦 ，great， 嗯，哇哇哇哇，看，哇，我超喜欢这个，我觉得它这个姿势真的好性感啊！他的衣服其实穿的还挺多的，这些都是可拆卸的。这是他的兔耳朵，领结是动不了的。他的衣服是一个连体服，他的衣服跟他的鞋子是一套的。配件是两个胸部的衣服，因为这个衣服是可以拆卸的，可以换装，就两种形态的胸。我给大家拆下来了啊。哇哦哇哦哇哦哇，这好真实呀，我天。真的好真实啊，触摸一下啊，嗯，哇，这个姿态好饱满，哇，这个胸型也太漂亮了，天哪，看，但它其实不好的地方是它这个地方做的是硬的，有一些做的是软的，手感是真的好。刚才穿的是这种比较保守的衣服，是这种的，然后他送了一套这种半露的。这是他送的另一套衣服，哇，这套衣服就贼性感，超级性感，我特别喜欢这个女孩，但是她在我心中的评分就6吧，其实我想评5，为什么是6不是5呢？是因为她这个姿势，这个姿势对于女生来说我也觉得很性感。如果她是衣服也最好看，女生的侧重点可能就是她的服装啊什么的。这个超美，她叫 Alice。 Oh my god, my Alice, you're so cute。 哦，太可爱了。好，下一个我要拿第二个了。这是一个女仆系列，但是一样的黑丝，它这个腿被我拆箱的时候给摔坏了，摔断了。这个黑丝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它也是movable 的移动版的，这一层丝袜在腿上，它的姿势是这种跪着的。哇，好饱满呀，我天，就是这样一个姿势。这是它的正面脸，她是一个紫头发略带性感的女人，还戴了眼镜，就是很教师类型的那种风韵。我觉得你看她这胸多大呀，我的天哪，看到吗，超级大，这个姿势也超性感的，脚底是这个样子，是可以这样拽的，拽起来的，还不是我喜欢的风格，她有点成熟，略成熟了，但是很漂亮。我看一下细节，这是她的长相、身材、衣服、姿势，还有屁股。把她衣服脱掉，就先把这个给解开。解开之后，然后顶上，把脱掉喽。这哇，好性感呀！这是她脱掉之后的样子。哇，天哪，这太美了吧！他这姿势真的好妖娆啊！他脱掉衣服有一种 SM 的感觉 ，I think。这个是里边的另一套衣服，穿上看看是什么效果。我把他这个胳膊去下来穿，我要这样把它解剖掉，其实也挺好玩的。这细节做还挺好的，你看他顶上这个内衣，他有个内衣扣哎。扣好了，哇，它这细节也太好了，把腿卸了。我们穿上它的内裤，穿内裤，这屁股，这前面，然后旁边也是有个侧扣。
这个扣给扣上，他另一套衣服的样子。太性感了。现在进入下一个可爱风。嘟嘟嘟嘟。还是要看一下细节。他这个裙子是自己给他穿上的。它这个胸是一个天秤哎，然后它的裙子是个尺子，嗯，这个脸长得贼可爱，很萌。你看这些都是自己挂上去的这些，对，超可爱。它这个姿势就是一个跳舞的姿势感觉，嗯，哇，它这个也是硬的，它浑身上下这个也是硬的，你看它还有腹肌呢。这个裙子你看跳起来应该很可爱吧。哇，这屁股贼可爱，蜜桃臀，嗯，超萌。这第三个，好，今天的妈见打系列就此结束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